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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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各位法师慈悲，各位学员，各位莲友，南无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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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请放掌。一开始由第十八愿的舍我得佛四个字，就彰显出这个净土法门是救度的法门，是他力的法门，易行道的法门，是他因自果，佛作我受的法门。那么这一个法门也是果地的法门，果地跟因地是相对来讲的，除了净土宗是果地的法门以外，其他各宗各派都是因地的法门。它的差别是因地是从他开始发心，然后修广修六度万行，所谓难行能行，难忍能忍，难舍能舍，经过三大二生七劫，由实信、实住、实行、实回向，进入初地，到达实地，进入等觉，最终到达妙觉而成佛。从因地第一个阶层，一层一层的往上爬，这个就是因地的法门。那另外一种是果地的法门，也就是我们净土宗的法门，是一开始就领受妙觉成佛的功德，使得我们下一辈子就能够成佛，不需要经过五十二个阶层，就是实信、实住、实行、实回向、实地等觉、妙觉，不必经过这一些阶层，也不必经过所谓的三大二生七劫，一开始就直接领受佛果的功德，这个就是果地的法门。在八大宗派当中，只有净土宗是果地的法门，其他都是因地的法门。也就是说，不论是华严、华严宗、天台宗、三论宗、唯识宗，或者禅宗、密宗、律宗，这七个大宗派都是因地的法门，只有净土宗是果地的法门。那么有一段法语很能够显示它果地法门的意涵，就是
以果地觉为因地心，因该果海，果彻因缘。我们常常看到听到这一段法语啊，是不是？是。那么这四句十六个字很能充分的说明净土宗是果地的法门。这里所讲的以果地觉为因地心，以果地，果地的正觉的功德，也就是佛的功德。果地是指佛来讲的，觉就是佛的正觉。以果地的佛的正觉的功德，作为我们因地凡夫啊，开始要修行往佛的这个境界前进，作为我们的心，也就是作为我们的功德，以佛果地正觉的功德作为我们凡夫的这个功德，这个叫做以果地觉为因地心。这个果地觉是哪一位佛的果地觉呢？就是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因地啊，因地发四十八大愿啊，之后呢，经过照察永劫，即使菩萨无量德行，这个愿啊，五劫思维的四十八大愿跟行，照察永劫所领持的菩萨无量德行，这个愿跟行，这是阿弥陀佛因地法上菩萨的时代，他所发的愿所修的行。但是他这个愿还有他的行，不只是为他自己，是为了我们十方众生。所谓上求菩提，下化众生，那个上求菩提的目的就是为了下化众生。阿弥陀佛在因地愿根行到圆满的时候，他就能够成正觉。那么他这个愿根行，刚刚所讲的，他有一个前提，有一个条件，就是能够使十方众生念佛得以往生极乐世界。这个时候呢，他的愿行才能圆满，才要取正觉，不然的话他就不取正觉。不取正觉的意思并不表示说啊，他怯懦了，他放弃了啊，他倒退了，他不继续修行了，因为他做不到，干脆放弃吧。不是，他是不但不放弃，而且呢继续的努力修行，一直达到愿跟行能够圆满，也就是达到他有这一句万德洪名，使得众生称念，就能够使众生离开六道轮回，不受众生他本身旷劫以来烦恼业障所障碍绑在六道轮回里面，不受众生的业障的障碍，反而能够消除众生的业障，使得这个众生能够离开轮回，解决生死，不生不死，而往生极乐世界，使到极乐世界能够当下就进入一生不处，也就是注定具必知灭度啊，这个都是在阿弥陀的愿跟行当中。阿弥陀的愿行必须能够成就圆满这样的功德功能，阿弥陀佛才会成佛的。那么阿弥陀佛呢，他终于成佛了，所谓成佛以来于今十劫，表示在十劫之前阿弥陀佛就已经完成了正觉，完成了这个他的愿跟行，也就是完成了我们往生的功德。所以阿弥陀佛成佛，他成就了什么？成就了我们的往生，成就我们往生的功德啊。
那么阿弥陀佛成就我们的往生，他这个正觉的功德就是要给我们的，要给我们的，也就是说极乐世界是要给我们往生去成佛的，它本身的存在是要以光明来摄取我们的，而它的名号是要使十方众生来称念的。那么这一些呢，都在它的正觉里面。那么这一些正觉的功德是要给我们，所以叫做以果地觉为因地心。因地，谁是在因地的啊？我们都是在因地，因为我们还没有正果，我们还在旷劫以来都一直轮回轮回，轮到今生今世。那轮回到今生今世，生而为人，遇到佛法，又遇到弥陀救度的净土宗这个救度的法门，那么我们生生世世的轮回呢，到了今世终于发下了休止符，下一辈子就不再轮回了，就要往生极乐世界去成佛了。所以今生今世就是因地，那么来生来世就是果地。那么因地必须要有成佛的功德，下一辈子才能够成佛，才能够证果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虽然贪嗔痴还没有断，业障没有消除啊，而且呢每一天也都在起心动念，也就是妄想杂念。妄想杂念无非是情绪，喜怒哀乐爱恶欲的啊情绪。但是呢，因为有阿弥陀佛这个成佛的功德，所以下一辈子就能够到极乐世界。所以以果地觉是阿弥陀佛果地正觉的功德，作为我们现在念佛人因地的功德。所以说以果地觉为因地心啊，以果地觉因地心。接下来又说应该果海，果称因缘。我们因地啊，我们领受阿弥陀佛的功德，这个因啊，因该果海，因地的这个功德，该果海，该是包含的意思，已经包含了下一辈子我们要证果啊，成佛啊，这个果海。为什么说是果海呢？海显示它呢广大无边，深奥无底，显示这个成佛的果德啊，这个功德，这个大宝的功德，所谓功德大宝海，功德是广大，如同大海啊，无量无边的意思。所以现在我们因地的众生，又以领受阿弥陀佛的果德啊，果海的功德，所以就包含了将来成佛的果海的这个功德，肯定下辈子能够往生成佛，所以应该果海，果彻因缘。将来我们往生正果，这个成佛的这个功德，是来自于现在，现在这个因地作为根源，作为根本，啊，作为水源。有了这个因地的功德为源，将来呢？就能够如是因如是果而往生成佛。所以说应该果海，果彻因缘。所以这四句以一果地觉为因地心，应该果海，果彻因缘啊，最能够说明，最能够解释我们这一个法门。我们这一个法门是从果啊，从果向因的法门，不是从因向果的法门。有关这个从因向果的法门啊，我们这一期的月刊有一两篇很短的文章，也能够简明扼要的说明。在这个76页，我们这一期27期的净土宗双月刊啊，76页，请翻到76页。
七十六就是净土宗小常释。那么这里呢，有引用两篇短文啊，也是净土宗很基本的这个常释。有书的看书啊，没有书的静静的听啊。我来念一遍啊，标题是一分钟教你认识净土宗，问三个问题。第一，阿弥陀佛建造的极乐世界，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，再无生老病死，再无颠倒恐惧，这个唯一的事实，您是否确信无疑？第二，阿弥陀佛立下庄严誓愿，接引一切众生到极乐世界快速成佛，条件是被接引者念阿弥陀佛的名号，这个唯一的事实，您是否确信无疑？第三，因以上事实，若我念阿弥陀佛名号，无论何时何地何种念法，阿弥陀佛必定履行誓愿，接引我前往极乐世界，这个唯一的事实，您是否确信无疑？这一段短文啊，是以三个问题来显出净土法门，净土法门的这个核心啊。第一点就是极乐世界已经完成了，极乐世界是一个无有众苦但受诸乐，无有众苦就是没有这个分段生死，也没有变异生死啊。那但受诸乐，所有的乐，罗汉啊的肉尽，断烦恼的乐，或菩萨的乐，佛的涅槃的大乐，这一些乐都通通有，无有众苦，而且但受诸乐，这是一个铁的事实。为什么呢？这是释迦牟尼佛所讲的，同时呢也有事的证明，很多念佛者往生极乐世界，很多人都看到极乐世界，也有很多人从极乐世界还来娑婆告诉我们，或显化娑婆来救度众生，这个铁的事实我们相不相信，这个是第一点。那像早上所讲的往生极乐世界的条件，极乐世界是这么样的美好，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，那如果我们不能往生的话，那么跟我们再怎么好，跟我们都毫不相干啊。可是呢，释迦牟尼佛讲了这一个法门啊，讲的极乐是这么殊胜，肯定是有一个方法让我们前往的，不可能讲这么好美好的境界，然后呢没有方法，让我们眼睛干巴巴的看，但是吃不到，不可能的。所以第二点就提出往生的方法，往生很简单，就是称念阿弥陀的名号，就这样而已，像第十八根本愿所讲的。那么念佛必定往生，这一点我们相不相信？相信。所以等于是极乐世界还有往生极乐世界的方法目标跟方法，在第一点第二点提出来啊，让我们确认。那么第三点呢，就是说既然如此的话，我们依教奉行啊，我们依教奉行，也就是说我们信受无疑，我们念佛也愿生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一个念佛的人啊，一个念佛的人，阿弥陀佛一定会履行这个誓约，因为阿弥陀佛跟我们约定念佛必定往生，这是他的约定啊。那我们念佛而不能往生，那是不可能的，因为阿弥陀佛不可能失约的啊。这是一分钟教你认识净土宗。所以净土宗他呢所谓异行道，
就是在道理上啊，道理上是容易理解的，就像这三点一样很容易理解，在方法上也是容易实践的，容易实践的，只要念佛。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相不相信，相不相信而已啊。接下来请看啊，一生轻松成佛。一，佛教的终极目的是要让一切众生成佛。说到修行成佛，您想到了什么？戒疤、打坐、诵经、深山、苦行。哎呀，有人远远望见就吓跑了，这样子才能成佛，那这佛不成也罢了。要成佛谈得容易，怎么找也得像《西游记》里面师徒经过9981难吧。通常来说，这么理解也是对的，因为佛经上说，众生从初发心成佛，到最终成佛，要攀爬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等觉妙觉，共计菩萨52阶位。这个过程中需要经历种种修法，要难行能行，难忍能忍，总耗时间是累计长达32阶。注意哦，这可是以修行者只进不退为前提哦。在这漫长的时间里，您可能遭阴谋，可能撞魔镜，或是中途退堕成阿罗汉，或是堕入七地成空难。因此龙树祖师就感慨地说，发愿求佛道，重于举3000大千世界。那么佛教这么多法门中，到底有没有一个能够轻轻松松安安稳稳就成佛的？释迦牟尼佛走之前没给我们这样的凡夫另辟蹊径，留下什么简单的成佛秘籍吗？悄悄地告诉你吧，答案是肯定的。二，八宗之主的龙树菩萨说，佛法中有无量的法门教人成佛，但总体来说只有两大类，难行道和易行道。这难和易到底是怎么的体验呢？龙树菩萨打了一个比喻，就是说路道步行则苦，水道乘船则乐。古代常用的交通方式，一是陆路，二是水路，前者艰辛缓慢凶险，像李白说的，行路难，行路难，多歧路今安在。后者轻松快速安全，如李白的诗，朝辞白帝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日还，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。龙树菩萨说，净土法门就是这样的易行道，净土法门之外的法门通通属于难行道。所谓难行，难在自己要背负所有重担，靠一己之力应对各种路况，所以艰辛缓慢凶险。难行道从头到尾靠的是凡夫自己的力量，人是贪嗔痴的集合体，尤其是末法时代的众生造业凶猛，修行无力。所谓易行，易在把自身及所背负的重量都放在船上，借物力凭他力，所以轻松高效安稳。
净土法门从头到尾靠的是阿弥陀佛的力量，佛以其大慈大悲大愿大力，保证每一个念佛众生当生就能往生，往生必然成佛。如果让李大师人今天登顶100层的大楼，你觉得他会选择爬楼梯吗？三，所以众生通过念佛往生西方净土成佛，有三不必。第一，不必修那些数不清的行法，只需开口念南无阿弥陀佛，没有任何门槛，不花钱，不费力，只要能念佛，最终都能往生。第二，不必经历数不清的劫数，只此一生临终即被佛迎接，开开心心的出六道成佛道。第三，不必担心中途遇到魔障或者退堕下来，念佛的当下就得到佛光的摄取保护，从此只进不退，直至成佛。四，有这三不必，士农工商年老年少智慧一蹦，盲人闲人任何人，在不一定要改变原有生活状态的情况下，只要能随缘随力开口念佛，都能轻松成佛。念佛成佛轻松稳当，想要快乐修行快速成佛的弟兄们，快来念佛吧。我们的双月刊是还没有成书的文章啊，都在我们的双月刊或者是净土宗网站。双月刊是2个月出一期，希望我们的莲友们啊多多利用时间看这个双月刊，里面呢都是比较扼要的浅显的文章，有教理性的，也有念佛感应的故事啦，因果感应的故事啦，都是很纯很专的啊。那么由刚刚那两篇啊这个短文啊，也可以说是净土宗的最基本的这个尝试啊，虽然是最基本的，但也可以说是成始成终的，到最后呢也不离开这个基本的这个尝试啊，所以净土宗称为一行道。一开始呢讲念佛成佛，最后呢也是念佛成佛，只是说如果在教理上没有这个基本性的了解的话，要我们念佛啊也会念不下去啊，那念不下去的话就一切免谈了。不过呢，如果临终的时候，临终的时候有人帮我们助念，我们听到了，我们心中呢也念佛忆佛，那个时候呢来不及了，已经断气了，照样呢最后还有希望，断气就往生极乐世界啊。也就是说这个念佛法门嘛，一行道是所有人的希望，即使到最后临终的时候呢还是有希望。那么刚刚啊，那两篇显示呢，这一个法门是果地法门啊，也显示呢，这一个法门是一生啊，一生一辈子啊，一辈子一生就能够成佛的法门。那除了其他的法门呢，是不是这一辈子就能成佛？那么要多久呢？要三大阿僧祇劫的时间。这么讲起来的话呢？要成佛就有两个法门，一个是三大阿僧祇劫成佛的法门，一个是当生成就的法门，也就是一生成佛的法门。那么三大阿僧祇劫呢，刚刚里面
所念的呢，就有谈到哈，要爬52个楼梯阶层。那么这个楼梯不是我们所概念的知道的那个楼梯，不是这个一层一层的这个楼梯，时间要好久的啊。所谓实信、实住、实行啊、实回向、实地，那么妙嘴等嘴，它要经过多久？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，所以叫做三大阿僧祇劫成佛。这个还是从只进不退来讲，如果退了的话，那就不晓得什么时候了，就不是三大阿僧祇劫而已了。那么三大阿僧祇劫到底是什么概念？是有多长的时间呢？我们常常听到这个劫或者是劫数啊，在这里劫是讲时间，就时间来讲的，而且不是我们世间所讲的这个日啦、月啦、年啦啊，这一些时间性，不是，是超越我们所能想象的这个时间。这个呢，必须要用这个电脑来计算。这个劫呢，时间非常的长。释迦牟尼佛啊，有时候呢，用这个盘石劫啊来譬喻。有时候呢，用这个戒指节来譬喻，那有时候呢，以这个增减节来说明。增减节就是增节跟减节。什么叫增节？什么叫减节？增节就是，譬如说，从这个年岁啊，十岁，就是人的寿命十岁，平均寿命十岁来算啊。那么经过一百年，每经过一百年就加一岁，那么一直加到人寿，人的寿命84000劫，84000劫，这个叫做一个增劫。然后又从84000岁，每经过一百年就减少一岁，一直减少，减少到人寿啊，人的寿命平均10岁。这个叫做减劫，那么这个一增一减叫做一个小劫，一个小劫。那么20个小劫就是一个中劫，4个中劫也就是80个小劫，就是一个大劫，一个大劫。那要经过3个大阿僧祇劫。那么现在呢，来算这个小劫，这样算起来一增一减的一个小劫有多少时间呢？就是16,798,000年啊，要那么久的时间，这是一个小劫。那么一个中劫，也就是20个小劫成为一个中劫，一个中劫是多久的时间呢？是33,596,000年啊。那么大劫啊，就是4个中劫，也就80个小劫，它时间多久呢？是134,884,000年啊，这呢是一个大劫。那么阿僧祇劫又是怎么算呢？阿僧祇就无央数，不过也有一个数目，算起来就是10,0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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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0,
三个大阿僧祇劫要经过那么长的时间。那么这五十个二个阶层呢，是第一个阿僧祇劫是修四十乘，那四十乘呢就是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，啊，到了十回向圆满，要经过一个大阿僧祇劫。那么第二个大阿僧祇劫呢，要修七乘，就是从初地到第七地，这个是第二个大阿僧祇劫。然后第三个大阿僧祇劫是从初地，不是从八地
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啊。所以第一个阿僧祇劫要修四十场，第一个二个大僧祇劫呢修七场，出离到七地，第三个大僧祇劫是修五场啊，就是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。所以在阶层上五十二阶位，在时间上三大僧祇劫，在修法上要六度万行。这六度万行只有四个字，只有四个字，但是它内容呢啊，内容就很广啊。所谓万，万就是很多很多，不只是百千万的万，也就是说所有功德啊能做的都必须要去做啊。一开始啊，所谓六度万行，首先呢就是布施啊，一定要布施，因为一个修行人他就是以布施来累积自己的功德的。那布施有谈到这个三种，财施、法施、无畏施啊。那么又有谈到内施跟外施，外施就是财物物质的布施，内施就是自己身体，自己身体呢是器官的布施啊，或者是生命施。生命施就是整个身体布施出去，像过去是释迦牟尼佛为了成佛道，他呢曾经舍身喂佛，割肉喂鹰，这个呢是生命施。这种布施呢可以说是最崇高的啊，功德最大，但呢也是最困难的，最困难的。为什么呢？我们说发誓弘誓愿嘛，众生无边誓愿度啊。那么现在我们如果有发了这个誓愿的话，是不是要去争取啊？争取，争取有谁需要布施？譬如说有人需要眼角膜，我们就赶快布施眼角膜；有人需要肝脏、肾脏、骨髓什么的，我们就抓紧这个机会去做这样的布施。这个呢才是真正的发菩提心啊！像这样难行能行，难忍能忍，难舍能舍。那么这呢一般是很难做得到的，能做得到的。因为学佛的人那么多啊，那受菩萨戒天天在练四弘誓愿的啊，可是呢只是那个形式去受戒，口中啊去练这个愿文，但没有实际去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懒啊，懒舍啊，很难舍，我们不能舍。但真正发菩提心的话，必须是难舍能舍，难行能行的。所以就这个修法上啊，六度万行，首先布施度就是要这样。这个容易不容易啊？不容易，不容易，所以叫做难行道啊。然后布施持戒，为了布施进一步要持戒，因为你持戒了，所以在消极上呢，你不会去杀害对方，不会去害对方啊。那么在积极上呢，为了对方的生存，为了对方的安乐，你宁可呢牺牲自己啊。所谓这个杀生成仁，舍身取义啊，所以要持戒。持戒有消极的，有积极的啊。那五戒来讲呢，不是从消极面来讲的，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啊，不喝酒啊。那在积极上呢，就要放生，甚至舍掉自己去完成他人的生命啊。那偷盗也是一样，不偷他的钱，不欠债不还啊，甚至呢对方欠债自己为他还啊。所以有消极面、积极面来讲的，那邪淫妄语也都是一样啊。那么十善呢，是五戒的这个开展啊。为了圆满布施，必须持戒。那持戒谈了容易啊，不容易，
所以进一步要忍啊，忍辱，忍辱也叫安忍。如果没有忍耐的话呢，没有忍耐的话会破戒啊，那破了戒的话谈何布施啊。所以这六度布施啊、持戒还有安忍，这个都是一贯的，乃至于精进啊，还有禅定啊，没有禅定的功夫不能圆满前面的布施啦、持戒啦、忍辱啦。那这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，如果没有智慧的话，那都是空谈啦啊，没有智慧的话，那等于是有违法啊，还是污染的，不能达到彼此解脱的。这样讲起来的话，所谓六度包含就很广，所以说六度万恨啊，六度万行啊。那么这呢，要经过呢三大神奇劫，经过52个劫位，所以这一种三大神奇劫成佛的方法啊，叫做难行道，我们做不来。可是呢，这一些阿弥陀佛已经圆满了，不止三大乘其劫，而且是造财有劫。那么阿弥陀佛圆满了，他呢，把他毫无保留的这一些功德，毫无保留的通通来送给我们。所谓送，在佛法里面呢，就是用回向啊，回向来说明回向布施。所以回向就是一种彻底的布施啊。但回向，我们呢也是诵经啊、拜忏啊、念佛啦、啊，或者布施的功德，然后回向给所有的，不管有缘，不管无缘，啊，不管是这个人界的，或三恶道，或者是天界的，统统呢作为这个回向。所以这个大乘法门就在于回向，回小向大啊，这个。所以大乘法门有一个定义，菩萨道有一个定义，就是呢，舍己利人，以人为念，牺牲自己叫舍己，来利益别人，以别人为念，也就是说起心动念，都把别人摆在第一位，都为别人设想，为别人的利益，为别人的安乐设想，即使呢自己做牛做马，让对方差遣。也是应该的，也是愿意的，啊，所以这个大乘法呢，发菩提心，就要了解这一些内涵，不然的话呢，也都是空谈。尤其是呢，佛法不管大乘，不管小乘，都讲解脱道，都是要有解脱道，所以要解脱，必须要出离心，要发出离心，啊，然后呢，进一步。不但自己解脱，也要令他人一起解脱，所以呢，就要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。所以大乘法门啊，八大宗派是在出离心、解脱道的基础之上，进一步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啊。只不过是它有两种，有两门，一个是呢。圣道门就是难行道，靠自己的力量；一个是净土门，也就是易行道。之所以易，是靠阿弥陀的力量。所以靠阿弥陀的力量的话呢，就不需要经过生生世世乃至三大生起劫，也不需要修其他的法门来回向往生极乐世界。他呢是只要专称弥陀佛名。所以它简单，而且这一辈子就圆满成就，这个就是一生成佛，这一辈子就能够成佛的法门。所以净土法门说当生成就就在这里。那如果需要我们发菩提心行菩萨道的话，那我们肯定没有希望了。不过呢，生大圣啊，是建立在菩提心之上的。那么我们净土门到底有没有菩提心呢？有菩提心，盖瑞也可以
归纳为两种，一种是圣道人的菩提心，一种是救主人的菩提心。圣道人的菩提心是发四弘誓愿之后呢，就要实际去做，经过三大二生起解，累积这个六度万想。那么净土门的菩提心不是这样的，是念佛往生极乐世界，这个是净土门的菩提心啊。所以净土门的菩提心也就是愿生心，愿生弥陀净土的心，是净土门的菩提心。菩提心这个名词是一样，但是内涵不一样。所以我们净土门的这个回向偈，就善导大师所写的回向偈，这个回向偈呢，在我们每一本书的后面都有啊，有四句而已，一句有五个字，总共二十个字，就是愿以此功德平等示一切同化菩提心往生安乐国，也是同化菩提心，并不是说啊净土门就没有菩提心了啊，也是同化菩提心。那么这个菩提是要往生安乐国的菩提心，所以这个菩提就愿生心，愿生弥陀净土的心，这个就是我们的菩提心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菩提心的话呢，那就容易了。那如果圣道门的菩提心的话呢，那就不容易了，就不容易。为什么呢？现在某一个医院，某一个患者需要肝脏，需要肾脏啊，那我们在座各位哪一个发菩提心？现在赶快把握机会，那做不到啊，做不到。那么愿生心做得到吗？啊，这个就做得到。所以净土门的菩提心是易行道，大家都做得到的。我们台北有101大楼，我们要上101大楼，有楼梯可以走路，也有电梯。我们选择走路还是走电梯？走电梯啊，走电梯。不过呢，我在台南的精舍是住公寓，在五楼，那一栋公寓有六楼，所以有电梯。可是我上下都用走路的，那不是我选择南行道，是运动，南北运动是这样的啊。那么这个净土我们有一个特色，叫做横超，横超啊，也就坐电梯，不经过旁边的一层一层的这个阶梯，从旁边一下子就到了101大楼，这就横超的法门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一只要念佛，就横超52个阶位，啊，横超这个三界六道的轮回，啊，横超52个阶位，这叫做横超。所以横超是净土法门的专有名词，净土法门的特色。其他的法门没有所谓横超的啊。你说禅宗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不是这样的，禅宗是先明心见性，才晓得修行的方向。那如果没有明心见性的话，就好像没有眼睛，不晓得往哪里走，是这样的。因为禅宗是很典型的自力，先要证悟佛性是什么，证悟了，然后这个内心时刻的保持心性的那个境界，明心见性，见就佛性的境界啊。那么佛性呢，简单来讲，没有烦恼，没有妄想杂念。即使大彻大悟了，如果还有烦恼，还有妄想杂念，依然六道轮回。由于时间的关系，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南无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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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南无阿弥的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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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南无阿弥陀佛。